节哀顺变啊。简川昨天来电话了，陆教授接的。我知道，陆国华一早跟我说了，简川破译了一段古文，是关于万金池国的钥匙。钥匙？什么样的钥匙？应该是金铸的，什么类型都会有。不是，简川把这些都告诉陆国华了。嗨，他怎么可能那么傻？当时陆国华接电话的时候打了两把护眼，后来后半夜又给我打过来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陆叔，我陪您回地质队帮您整理东西吧。你这要干什么？别在队里边整天受某些人的气了。我跟蔡瓜二鼻子都说好了，您跟我一样去他们家住。你就别在这儿挑事儿了，我这什么事儿都没有。怎么就没事了，陆叔？您都忍受了多久了？您能忍，我不能忍。你冷静一点，宝庆，你有话好好说。就算这样，也不能改变什么呀。对呀，对呀，这杨队和陆老师之间是有点误会，那也都是为了工作呀。不是，咱们以和为贵啊，宝庆。陆叔，您就跟我过去吧，整天在队里边受气，你也没法进行研究。行了，我说宝庆。你这孩子别在这儿给我添乱。我没添乱，顺德奶奶给他们留了一件遗物，是个金镯子，是万金之国的东西，我们都看不懂，不如您跟我们一块儿过去慢慢研究。会不会跟金脉有关系啊？张宝庆，你想干嘛呀？你是故意整垮地质队是吗？搞垮地质队的不是我，是你的疑心病。好，就算我多疑，但是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你不能这样盲目行事。我就是相信陆叔，相信十几年的感情，相信他的人品。没有证据乱引人，这是你的无能。宝强，太不像话了。这种场合，全屯的人都看着地质队，你们俩丢不丢人？王爷，你对我确实有点误会。没关系，我支持你的工作，希望你尽快的查清楚，清者自清嘛。陆叔，走吧。我的东西，谁让你乱动的？哎，娘娘，陆老师，你真要走啊？娘娘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就这脾气，你又不是不了解他。这样，我先过去一趟，不是为了别的，就是为了工作，为了研究方便。如果这个遗物真的和金脉有关系，我说服蔡瓜把它借给咱们地质队，好吧？陆叔，快走吧。这件事情张宝庆是很冲动，但是你对陆教授的态度有些过激了。这下可好，成一盘散沙了。不满意是吧？不满意都给我走。娘爷这是怎么了？跟吃了枪子似的。队长最近有点焦头烂额，咱们大家都少说两句吧。
活物。对，那段文字的意思是，开启万金之国的钥匙在自由翱翔，所以那个钥匙很可能是活物，某种鸟。但是我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，什么鸟能成为钥匙？我见过那种鸟。真的？什么鸟？我一时半会儿和你解释不清楚。哎，对了，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些，没跟陆国华说吧？我傻呀，我给他传递的是谜底情报。行，锦川，这件事情你知我知，别再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商雪柔吗？任何人。住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。陆老师，您别跟我们客气，杨队长这次是有点过分，是应该冷静下来好好想一想。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遗物。好东西啊，这确实是万金之国的东西。那个，您就在这儿好好住下吧，在这儿好好研究这个，总比在地质队受气强。对啊，陆叔，杨爷那么对您，我们都不开心，您就在我们这儿住着吧。好，太好了，这文字也是万金之国的文字。陆叔，那个，我先帮您去生点火。嗯，好。郑宝清，真的要这样吗？只能这样了。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等吧。老师，哎，蔡瓜，吃点东西吧。嘿嘿嘿，你看，我这忙的，时间都忘了。谢谢谢谢。嗯，嗯，老郑，这是你做的吗？嗯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嗯。陆老师，您又开始咳嗽了。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啊。嗯，没关系，我这是老毛病了。嗯，陆老师，嗯，这行字有那么难解吗？嗯，你可千万别小看这一行字，就算是在北京，你看北京的条件够好的吧，有那么多参考资料那也不行，更何况这是鹰屯，条件有限。那有什么线索了吗？现在有，你来看，这个词意思是金光闪烁，你看这儿又出现了一个金光，
这个词出现了两次，中间还有一个奇怪的符号把它们连在一起。嗯，目前还搞不懂什么意思。哦，腿瓜，我跟你说这么多，你是不是还是不明白？哦，平常跟地质队待久了，基本上能听懂。嗯，那就好。哎，陆老师，大晚上你开着窗户不冷啊？难怪您又开始咳嗽了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有人敲窗户，我过去看了一下，还没人，你说这奇怪不奇怪？有这事儿？难道是刚才我听错了？陆老师，您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您大声喊就行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没被发现吧？怎么样？陆老师没告诉我他捡到了纸条。陆叔难道真的是内鬼？但是他说他听见有人在敲窗户，还开了窗。也许是你的纸条被风吹走了，他压根就没看见呢。对啊对啊，陆叔说不定压根就没看到纸条呢。对，如果他真的是做贼心虚的话，是不会告诉你有人敲窗户的。顺德奶奶临终前有没有留下过什么遗言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不是来吵架的。白鹰有可能是开启万金之国的钥匙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顺德奶奶真的跟你说了吗？张宝清，许荣姐的事情我已经告诉队长了，这个时候你们千万不能闹矛盾，必须要齐心协力，我们必须要找到谁是内鬼。到底是不是？到底是不是啊？张宝庆，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方法来试探陆老师呢？因为我没有别的办法，知道真相。可是你现在在最亲的人面前撒谎，你还设陷阱让他下套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爸是不是死在亚瑟手里？陆叔跟那次事故是不是有关？我爸的死跟他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必须要知道真相。其实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，我想帮你，可是我不想看到你现在那么痛。没有人能理解我的痛苦。姐，我感觉宝清哥越来越像以前的你了。为了找到真相，拼了命也要去做。就算知道了真相，爹娘也活不过来，就连最亲的人也会离开你。
最近队里的勘探任务一直都找不到突破口，然后呢，队里又闹了些不愉快。我知道，其实大家都挺不好过的，对吧？哎，杨队，你看啊，之前这么多的困难，我们都克服过来了。我想，只要大家伙齐心协力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是吧？高老师说的对，这么长时间，咱们都不是工作伙伴这么简单了，已经算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姐妹了，没什么隔夜仇。对，其实我们大家之间就是有点小误会，不会影响我们团结的。是时候把陆教授请回来了。啊，我去，我跑得快。哎，帮我给张宝庆带个口信。啊，您说。告诉张宝庆，我们很快就要撤退回北京了。他是想留在鹰屯，还是要跟我们走？让他给个答复。金光闪耀之时，也是金光覆灭之时。难道是覆灭的钥匙？老师，您干嘛去啊？哦，我打点水。哦，我陪您一块儿，您别烫着了。二鼻子，你再去给陆老师煮个鸡蛋。做的那么明显。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宝庆哥让我盯着他的。你跟的那么明显，谁都看得出来。我很明显吗？我觉得我挺自然的呀。难为你们了。杨队，是北京那边下的撤退的命令吗？不是，是我向上面打的撤退报告。为什么呀？这都万里长征最后一步了，为什么要撤退啊？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，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。队长，那难道我们真的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吗？就我们这些人继续勘探的危险实在是太大了，我向上面提出先撤退回北京，等组织上安排增援，再考虑下一步的行动。可是等组织上重新增派人手，得打多少层的报告，等多少个批复，我们大伙都知道了，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恐怕下不来吧。我们都已经探到万金之国了，胜利就在眼前，我们现在撤退就要再等好几个月，上面再派谁下来还说不定呢，难道就要让我们的努力全都白费吗？撤退报告北京方面已经收到，我不会再撤回。我今天找大家来也不是跟大家讨论的，是告诉大家我作为队长的决定。杨队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为什么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不和大伙开个会商量一下？队里不是没人，是都被他气跑。别乱说。我支持杨烨的决定，亚瑟还没抓到，地质队继续下探危险性确实大，虽然现在撤队有点可惜，可是保障大家的人身安全才是杨烨队长最需要考虑的。我服从上级的安排，但是陆老师最近还在研究顺德奶奶的遗物，如果那个真的是开启万金之国的钥匙的话，就这样留在菜瓜家是不是太危险了？我知道钥匙确实不能留在鹰屯，我会想办法带回北京的。别
别人的东西，凭什么你说拿就拿？哎，小弟，陆叔，这镯子到底是不是钥匙？现在还很难下结论。你要是管他呢，反正镯子在我们这儿，咱们自己下万金之国试试呗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就是不行。不是，难道您还想把这个交给杨业，继续让他带队，看他白眼？宝清，陆叔了解你，你很善良，也很大度，别跟他计较。没错，杨业有时候对我确实有点过分，但是那和工作没有关系。我搬到这儿来住，也不是为了赌气啊，就是为了工作方便。再说了，我是地质队的顾问，我就应该为队里服务。所以这几天的研究成果，我必须向杨业汇报。那我都为了您跟杨业翻脸了，您现在回去汇报，那我这脸往哪儿搁？那再说了，您自己不也单独下了天坑吗？陆叔，您没事吧？您喝点水。你给我听着，我下天坑那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不能下去，听见没有？陆叔，您没事吧？我有事。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你不是地质队的人，你没有义务，更没有权利去冒险。孩子，你想过没有，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你让我跟你妈妈怎么交代？陆叔，我18岁了，我成年了，又不是8岁，您别老拿我妈来压我行吗？不行，坚决不行。镯子上这句话什么意思吗？金光闪烁之时，也是金光覆灭之日。金光闪烁，那就是说明有金矿在。可这金光覆灭又是什么意思呢？它的意思就是找到金脉的同时，也是所有人走向灭亡的日子。难道是花的耳朵毁灭了一切？现在还很难判断，但是我初步估计，万金之国的灭亡和金脉有关系。所以这就是我不让你下天坑的原因。陆老师，张宝庆，那个柴房里的干草得铺出来晒晒了，你过来帮我一把。哈，那个在地主家就是吃不了闲饭。陆叔，我去帮忙了啊，您歇息着，别太辛苦了。这是我刚刚打扫火盆的时候发现的，是那张纸条。不是吧，我看着怎么不太像。对啊对啊，都烧成这样了，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像。采光怎么样，有什么活需要我帮忙的吗？没事儿，陆老师，我们三个可以的。嗯，您可以出来透透气，老闷在屋子里也不太好。好。陆老师，陆老师，张宝庆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，队长要把地质队撤回北京去。门没锁。
外面都炸锅了吧？就这么撤了？把大好的机会留给敌人，那还怎么装内鬼啊？我说杨队该不会真中了美人计，缴械投降了吧？再说他的撤退报告上级给批了吗？凭什么他说撤就撤？杨爷这次确实很奇怪，我就觉得这陆老师他没有问题吧。你想啊，第一，陆老师是个老同志，他把自己的大半生都献给地质事业；第二，陆老师无儿无女，孑然一身，挖到金矿他能留给谁啊？你们就别猜了，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团结，要相信队长的决策，这样内鬼才会露出马脚。怎么相信？咱们现在马上就要撤队了，这不明摆着就要把顺德的遗物留给亚瑟他们吗？小丁哥，你情绪别这么大，越是非常时期我们就越是不能内讧，队长这么做一定也有他的道理。这些天大家都在队里，张宝清那边什么情况大家一无所知，顺德奶奶的遗物究竟破译出什么结果了？没时间调查了，我打算买后两天的火车票。这么快？好吧，你不怪我，不问问我为什么要打那份撤退申请。为什么？早上你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？杨烨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，因为我相信你，我懂你。毕竟发生了那么多事儿，我又是个外人，队员们对我有些微词，我能理解。但是我不在乎，我只要你一个人相信我就够了。你懂我吗？我懂。陆叔，我看您就这两天累的。我不是累的，我是急的。你看杨烨他们马上就要撤了，咱们再拿不出关键性的东西，那真的是前功尽弃。那您有什么打算？我能有什么打算？服从组织分配呗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不下天坑也好，镯子上的话都是真的，一旦下去那就是灭顶之灾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行了行了，陆叔，这一天天说的都是这些糟心事儿，说的我肚子都饿。没听说过，人家听糟心事都头疼，你肚子饿。行了，你说吧，想吃什么？哎呀，就等听这句话了。哎，这，哎，你别跑，宝清哥让我看着你，你再跑他又该生气了。他让你看你就看，他是你谁啊？他，万一是我未来姐夫呢？你别胡说。夹在你们俩中间可真难做。我告诉你，张宝清那是瞎逞强，陆老师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，地质队要撤了，那他这一次一定会去镇上找要色的人接头，张宝清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？就是因为他也知道那个地方危险，所以才让我拦着你的。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危险，所以我才不能让他一个人去。姐，那纸条都烧成那样了，万一真的是我们搞错了怎么办？不管怎样，张宝清和杨烨合力放出假消息，就是为了同时试探陆老师和商雪荣。你想想，不管内鬼是谁，撤队的事情他一定会去通知亚瑟，他们一定不会坐以待毙的。我们就等着他接下来的行动。姐，你这跟宝清哥待多了，怎么变这么贼呢？什么贼啊，这叫聪明。好好好好，聪明。那坐以巴待毙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坐以巴，是坐以待毙。你有空多读点书，能变聪明的。还读书呢？又跟姐夫学的吧你？
你再胡说，赶紧走，先去镇上医院。还胡说呢。糖葫芦，来来来，包子，热乎的包子，新鲜，肯定新鲜。来来来，哎，陆叔，不是吃饭去吗？您上邮局干嘛？这还有呢，你要不要挑这个？我去给北京发封电报。北京？啥事儿啊，陆叔？行，给我撑一个。好嘞。瓜子儿，炒红薯，热乎着哎。你们怎么了？你们几个总是盯着我，我走到哪儿，你们盯到哪儿，真是把陆叔当贼放了。哪有啊？谁把陆叔您当贼放？我回去就批评他。行了。你别装了，我说的就是你。哎呀，陆叔，我这不是怕您上邮局给我妈发电报，就是说我的好话嘛。那个什么，您先忙，我去附近转一转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您先忙啊。好，没事儿。发封电报啊、哦，发哪的？北京地质中心。8.5。啊，谢谢啊。这好啊。糖葫芦。你让我请吃饭，你就吃这个，给陆叔省钱。哪能啊，陆叔，我这个煎饼果子那可是啥都加，可没帮您省钱。哎，这都下午了，还是看病重要。哦，哎，付钱了吗？走，咱付钱。哎，别，陆叔，我去吧。那个，您就在这儿等着我，一会儿就回来啊。阿姨。那个刚才有个中年男子过来发电报，他让我来加两层。他自己怎么不来啊？吃坏了，闹肚子呢。叫什么名字？哪个电报？陆国华。陆国华。陆国华。是这个吗？那对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是他什么人？什么孩子呀？哎，这个是陆维华，不是陆国华。买花布嘞，姑娘，看一下吧，新进的货呀。包子，热乎的包子。看一下嘞，看看。包子，走。鼻子，你们俩怎么来了？他闹肚子。二鼻子，你说你年纪轻轻，你撒什么谎呀你啊？昨天叫你别吃烤刺猬，你非要吃，有病还往你姐身上赖。怎么回事啊？对，我这不是不好意思说吗？烤刺猬，那刺猬是有灵性的，不能随便吃。雪蓉姐，你来这干嘛？我来看病啊。你看什么病？哎，
不该问的别瞎问。哎，陆叔，我这不是关心雪蓉姐吗？看清楚了吗？你也来看病？哦，我哪不舒服？你什么时候学会跟踪人了？不是我，你就是这么相信我的啊？杨烨，如果你对我有什么误会，为什么不当面来问我呢？为什么用一些假信息来骗我呢？这些天你嘴里还有实话吗？先走，先走。别拉我，我自己会走。而且我也不会跟你们回什么所谓的北京了。医生，我陆叔这咳嗽也好长一段时间了，北京也开过药，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啊？这咳嗽是细菌性的。最重要的是注意休息，人一累就会肺虚，肺虚了就会长咳不止，再这样咳下去转成哮喘或老慢支，那就严重了。我开了些抗生素的药，还有青霉素，来吃了就好了。哎，医生，我青霉素过敏，不能打这个。啊，你之前的病历上没有记录你有过敏史啊。那个，是这样，我不知道是怎么搞错的，反正我是青霉素过敏。哎呀，真是太危险了，还好及时纠正。医生，你这以后看病得先问问人家的过敏史啊，你这样多危险啊！哎，是的，是的，这是我重开的药，不好意思啊，去缴费吧。陆叔，嗯，我去给你拿药去。嗯，抱歉了。我一个人留在这儿，你放心。陆叔，我也不想再装了。这些天是我过得最累的日子，但我还是相信你。相信这么多年的感情。宝庆，相信陆叔对你的一片真心，就像你的父亲一样，我绝对不会干任何伤害你的事。陆叔，我刚看完病，您怎么样了？明白了。啊？有问题的人一定是尚雪蓉。你有证据？没有，但是我同意蔡瓜的判断。刚刚尚雪蓉抓住了队长，就一顿大吵大嚷。其实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，我觉得那其中一定有亚瑟的同伙。他故意说那么大声，就是为了把我们跟踪他，散播假消息，告诉他同伙。可是商雪荣怎么知道我们散播出去的是谜底情报？不知道，但他的话里就是这个意思。
来了，老板。这次跟了个小尾巴，是那个张宝庆。暴露吗？应该不至于。不过老家伙来鹰屯这么久了，还是头一次跟人来呀。而且，这老家伙最近来医院的次数是越来越少了，该不会是动了什么别的心思吧？嗯，他可以试试。有定手，暂时不要见面，工作还在进行，但是难度很大，短时间内无法完成，请原谅。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之前，千万不要采取任何行动，以免前功尽弃。再给我点时间，进一步查证更多资料之后，才能打开万金之门。有任何进展情况，一定第一时间汇报。进一步查证更多资料。老板，咱们这是要准备下坑吗？老家伙，玩我。永隔一江水。